掌依靠边个部分嚟到储存啊？六祖，行，冇错，水分。三姑六婆系指从事九种职业嘅女性啊。三姑系指道姑、卦姑同乜啊？六祖，尼姑，冇错。全真道主张三教合一，系指边？如色道。六祖，如色道，冇错。电脑用户可以喺光碟 WORM 上面储存几多次资料啊？六祖，一次，冇错。立法局属下边一个委员会喺6月1日大会上就花园道低层大厦变高楼一事向立法局提交研究报告书呢？政府账目委员会律师公会嘅电话法律咨询服务喺边一年开始投入服务啊？1984选择题，微波炉比一般传统焗炉悭几多电呢 ？A 三分一到二分一 ，B 十分一到八分一 ，C 二十分一到十五分一。难道 A 冇错？中国五四运动啱啱就中。而家睇睇个结果，蓝组嘅分数系370，红组分数系660。六组分数610，六组虽败犹荣啊！后来居上第二场复赛嘅冠军咧，就系红组嘅中华传道会安处中学。颁奖嘉宾有两位，国际狮子总会303区第八分域主席潘振煌先生，第三分域主席黄建国先生，麻烦两位。下个星期第三场复赛再见，拜拜。